样根本就不可能赢得了的，这一把，这一把他们就不可能赢得了。我这越想越生气，人家那游戏呀、都是想方设法让人家进游戏玩，你们这游戏他妈可倒好，想方设法让人玩不了，早晚赶紧就早晚就倒闭就完事儿，也别玩，谁也别玩，你这是谁也别让上，你趁早倒闭就完事儿。那英雄联盟韩服趁早倒闭。全军出击！越想我就越生气。First blood。这是晦气。不知道行不行？不让我上去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我一开始开了两加速器，开错了，因为打电信区，我得开加速器，不开加速器会卡。连个闪都不带，起不灭平威，回血，沉默起立，起立，刺儿，我一瓶药都没喝呢啊，沉默倒车补不到。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，起立，沉默，你逃不了的，逃不了。他们家是不是打野来了？没来呀、起立，点烟，沉默，刺儿，死了，回血，凯旋，凯旋咋一点也没回呢？回家了。算了，我救你一下得了。你要有闪现，你找他。敢过来！亡灵不是终结，因为你在永远成为。大家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给我提了，别提了。现在不要提，现在给我说点别的，别让我再想起来这把游戏。不想想这把游戏，给我整点别的。越想我越生气，没完了，咱就会一直磨叽，知道吗？那就没完了，我不想提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往前贴着他，刺儿起，刺儿，世界的祸害之刺
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Perc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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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on.谁打波扣了？20秒有大。最后推一波。谁这么牛皮还刀换那一点刺儿点盐口里接闪现你升了吗？你应该升不了啊！哟，齐亚娜什么时候来的？没人给我点信号呢。不过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别在那刷超分六了，你不能让我开心一会儿吗？啊，不能让我开心开心吗？我那超分六的意思，我是寻思他们家那捡着没六了，我就这波不好打，他要六了，我说，那锤石要上来帮我忙。石头人不上来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这家伙，没事儿。石头人爱下不下，反正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他去不去下跟我们没关系。石头人下去还给个人头呗。你咋那么狠？起。起，二点盐，沉默口，二，平 A， 起，再见，丢了，吃口屎，回去杀武器大师。那武器大师没啥装备，没事儿。沉默，起立，二。他好像有点厉害、我不一定能玩得过他的。
点，举，他过来，哎呀，刺，哎呀，蓝 buff 你也拿了是不？这人头你也收了，技能你也空了，你这啥你没有？你说。啥装备？女枪杀了13个，已经被下当了。拆我的塔呀！我这大虫子现在都这么大了，这女枪敢上来拆我的塔呀？你挺不要命啊！我一看呢，你咋的呀？你还玩个没有位移的 ADC， 这有什么用啊？我都肉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要杀我呀？你像个精神病！我刺儿，沉默，刺儿。我的技能有点空，不起，刺儿减呀，沉默，起立，还有收集者快跑，希望他没有大招。防御塔筑城即将坍塌。Killing spree。我们等个11级啊，来莫甘娜粉过来。先定点。起。瞅你。最终还是被我们给扣了。忘了，我不杀他。啊，刺儿，刺儿，干嘛呀？我这大硬子，哎，要不要给他口了？你来，你不早说？140，哎，你们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他们家 ADC 抽神了，但是他们家辅助却只值140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舍己为人吗？还有对面那石头人上哪去了？
has been slain. 口一个峡谷先锋，挡一层。没事，先打这个。事儿好像缓不过来了。我好疼啊，这么疼吗？起，这人有点多呀，刺儿弹沫，哎呀，中塔下塔都不守，就守我，全是人的。小兵还能吃一层，我们就开始吃人了，马上十层，18分钟十层，是不还行？蓝 buff， 弹幕啊，快起头！拿来吧你蓝 buff， 哟，蓝 buff 没了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我要打个游戏呀、啊！我本原来能赢啊，我前面一直输，这把能赢，赢得很顺畅的话，我也有个队友掉线了，我能气死。疼啊！雨弟，我为什么要闪现？怎么五个人啊？他们家全 AD 的，来十项滚吧，来个十项滚。走，打小龙去。我们快点去打小龙，对面要打小龙。走的有点慢。
跑得好快。追不上了，拉倒吧。我操，又五个！疼啊，刺儿，体力。哎，好定！我靠！他们家怎么这么会炮团儿啊？我操，这潘森有点东西的呀 ！WJE 能瞬间打出三下平 A， 还能接个 E 技能，有点东西的呀。你们家为啥不抱团儿？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可能不够团结。走下去，又全是人啊！刺儿，什么？哎呦，兄弟，这又全是人，五六个人啊！啊，又五六个人啊！女天打印好痛啊！我操，这女天打印！哇，这多米尼克领主有点恶心！哇，这多米尼克有点厉害，抠他呀！我不敢抠的，我抠的我要顿一下子。反甲，滚！出兵先，出反甲也行，反甲兵器人都可以，一会儿看看吧。还是得先发个女枪，女枪打我有点痛。头啥响啊？咋还头上响了？谁投降？小黄毛吧。还一波。我们得先杀女枪，其他人都无所谓。你咋那么狠呢？啊！给我站撸呗！给我站撸！我不给你口了吗？那女枪一死，他们家其他人就是个屁，打我都不掉血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你？
这么远我不敢杀。杀我们家拉克斯是不？有点大。先烤一个，先烤一个，去上路推波线，拿个反甲，反甲可以，反甲还可以让女枪的被动没。整个反甲就是世界的祸害。现在我们一口能烤个1087。这是什么？起立！二二，起立！我得先把这女枪给他吃了。别打！他们家一来就五六个人，你看啊，一来就五六个人，我操，全是人，你就只要打一个，那旁边全是人，咱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就支援速度就如此之快呀，支援速度就离谱。在那扛塔，扛大龙能打他。我来给你们带点恐惧。1168。差一件装备。变成我们的终极品牌。你可能现在觉得我没有多大，但是我只要走到他们旁边，你就知道我有多大了。一定得先杀女枪，走出来。回头抠啊！行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。喜欢点抽的，有人头没拿到，大龙吧。大龙打我没事儿，不掉血。我能烤他。来件装备，
实在没东西出了，来件装备，我们变成最大形态。完了，我要变小了，我钢铁合计，我药要没了，我要变小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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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变小了。给拉克斯来个钢铁合金，我们不过去。那女枪不来，我们不过。其他人都是屁，你知道吧？女枪都来不来看看呢？给来个骑士之士，给我追他！给我追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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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必须把他追死！他能往哪跑？好追！别着急，卡个视野。哎 ，Yeah fuck you！ 哎，哎呀，有点笨。他跑哪去了？有点慢，有点太慢了。哎，他去中路了。我来了，兄弟。太客气了。兄弟们，我来了。点我！我去！我去！点我！敢点我！我变大！我去！啾啾！沉默，体力加盾。哎，这女枪她追不上这，哎，看，把她换回护甲鞋。还可以，玩假呀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钱不够。护甲鞋对你毛用？那钱不够啊。水银鞋没啥用，他们家没空子。哇哦！武器大师偷东西，什么偷东西？玩我？是不玩我？是不玩我？我抠你！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去下路把塔拆了。我们不要管别的，这团战就往女枪脸上冲啊！什么？你是二十层啊？杀石头人？什么烂破玩意儿呢？
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取，刺儿，口你，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S 却出事了，这家伙觉得贼王刘瓦斯名